为了避免台大医院移植艾滋器官的不幸事件再度发生，立法院初审修正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，规定医院在摘除器官的时候必须要提供完整的相关检验报告。另外，民众如果有捐赠器官的意愿，可以在健保卡上面加注，法律效力等同于同意书。一张小小的健保卡不仅可以到医院看病，未来还可以当作器官捐赠的法律依据。立法院初审修正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，未来民众如果在死前有器官捐赠意愿，可以在健保卡上加注，医护人员遇到紧急状况时可以透过健保卡确认，让器捐流程更为顺畅而且有效率。如果能够透过我们普及率达到 99% 以上的这个健保 IC 卡上面的注记等同于我们本人的意愿的话呢，那么对于未来器官这个捐赠或者是器官移植的这个推动呢，会有很大的帮忙。卫生署表示，若民众想改变器捐意愿，也可以随时以书面撤回。如果在医疗过程中明确表示不愿捐赠器官，和健保卡注记不同产生冲突时，会当场明确表示的意愿为准。另外，针对台大医院日前发生艾滋器官物质事件，这次还增订了台大条款，规定医院摘除器官时必须提供捐赠者的病历、完整的相关检验报告给接受移植的医疗机构，而受赠医院也必须取得完整报告后才能开始进行移植手术。主管机关到底在实务的操作上，他们有进到什么样子的检讨，检讨到什么样的地步？那未来到底怎么在实务上他们去做监督，让各个医院不会犯台大的错误，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。卫生署说，这项修正案若能赶在十二月中旬立法院休会前顺利完成三读，最快明年初就可以正式公告实施。记者赖淑敏、庄志成台北报道。